好，接下来呢是王子跟乔乔的快问快答。第一题，对方最让人受不了的一个习惯是什么？就是，你还搞得很慢，搞得 tempo 超慢，慢问慢答，就是太谨慎，太谨慎。OK， 请用一句话形容对方。就是自信美。如果可以，最想回到几岁？乔乔，不想，因为现在很好。哎、欸，跟我他一样哎、欸。要学我啊！狮子、猴子、大象、猫、狗，哪个动物最像自己？王子。不要乱答，是选择题。比起睡觉，更不能少的是，还是睡觉。现在最不愿意想起的一件事。好烂啊！帮女友化妆，穿男友搭的衣服，哪一样比较惨？帮女友化妆，对，女化妆，因为女生现在多少都会有点穿搭，对，不会太惨。但男生不会化妆，不太会。对，千万不要。OK， 这样。